27岁韩歌手金韩义突病逝，女友泪崩，我在等你回家。南韩歌手金韩义曾来台参加超级偶像，3年前来台发片还曾找昆凌跨刀拍 MV。 7日传出他因突发疾病病逝于济州岛，年仅27岁。金韩19年前参加苏卫视节目绝对唱响 VS 名师高徒赢得全国总冠军而在当地出道，由于他是第一个在大陆参加选秀比赛获得全国总冠军的外籍选手，一度受到注目，南韩电视台 KBS 还为他做了专题报道。他3年前来台发片上午01分首播主打歌摩登女郎，找来昆凌担任女主角。金韩义病逝消息随后被经纪公司巨果娱乐证实，一路走好，我们亲爱的韩义。金韩义去年5月20日向女友何家韵求婚成功，何家韵7日下午在微博上传跟金韩义的合照，写着我在等你回家，给我一个拥抱，你不会丢下我的，我知道。下方也有金韩一的歌迷留言，愿他一路好走。